大家好，欢迎光临红叶里头的频道，这里是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。今天给大家分享家庭如何这个炼制这个羊尾油。我相信许多家庭都会操作，特别是少数民族。在冬天的时候吃这个羊肉或者是这个羊尾巴油，通过就是炒菜啊使用，可以这个暖身以及这个补肾的，同时可以提高这个御寒能力以及治疗这个肾虚的这个症状。羊尾巴有很多的这个营养物质，比如这个胶原蛋白以及这个蛋白质，对于这个改善这个皮肤衰老以及温补这个脾胃都是很好的。在冬天可以用羊尾巴油做菜来驱寒，提高这个免疫力。在现代，这个羊尾油一般作为这个食品这个加工这个材料，这个羊尾油和这个普通食用油是一样的，可以用来油炸、生煎、炒菜、拌饺子馅等等一些。